原标题亮剑楚云飞为何要等到六连拼光后才出场，其实他有难言之隐。亮剑楚云飞为何要等到六连拼光后才出场，其实他有难言之隐。经典抗战剧亮剑应该人人都看过，若问剧中最精彩之处在哪里，这就当属平安之战了。李云龙为了救自己的老婆，为了替死难的赵佳玉相亲报仇，为了替牺牲的独立团战士报仇，不惜倾全团之力攻打平安县城。而李云龙这一打，无论是附近的八路军还是中央军、晋绥军等等，都被调动起来参与作战。然而正是因为平安之战，也使楚云飞饱受争议，有人说他仗义，也有人说他见死不救，甚至有人说他想借刀杀人，借日军之手削弱李云龙的实力。为什么楚云飞会惹来这么大的争议呢？这还得从李云龙打平安时的一次阻击战中说起。当时李云龙将绝大部分主力都用来攻城，仅留了少部分力量负责阻击日军援军，其中主力团六连就是打援部队之一。阻击战开始之后，六连面对的是日军一支野战连队的进攻，以一个连的兵力再加上几支地方部队去硬拼日军一个连队，难度可想而知。然而六连的黄连长就是在这样实力不对等情况下，用全体牺牲的代价死死地挡住了日军整整八个小时。就在六连全体阵亡之后，楚云飞才带着部队继续阻击日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楚云飞为何要等到六连拼光后才出场呢？难道他真的想借刀杀人？其实并非楚云飞见死不救，更不是楚云飞想借刀杀人，而是他有难言之隐。首先在阻击战打响之前，六连和楚云飞的358团都修筑好了工事。从整个战斗过程来看，六连的阵地应该更靠前，而358团的阵地则应该靠后一些，所以日军才率先和六连交上了火。在开战之后，楚云飞也曾派人与六连连长联系，让他放弃阵地，然后由伺候的358团负责阻击，但是却被六连长拒绝了。其次，两军的兵员素质、火力配置、作战方式，甚至是作战方案均不相同。另外，六连修筑的作战工事与358团的作战工事也有很大差别。难道非要楚云飞下令让358团与六连挤在一起作战？首先，阵地大小是否合适，部队能否顺利展开，两军如何协调指挥等等，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。而且楚云飞的358团拥有很多重武器，六连设置的阵地肯定是无法满足358团需求的。最后，有人说楚云飞可以下令部队绕过六连的阻击阵地，然后跑到前面去阻击鬼子。其实这一点也是根本行不通的。从战场的情况来看，六连和358团的阵地应该都设在公路两旁，而六连的阵地更靠前一些。另外，这条公路应该是日军通往平安县城的唯一一条路线，不然日军在遇到抵抗之后早就想办法迂回了。所以358团能否绕过六连还两说。还有，既然六连将阵地设在这里，说明附近就只有这里更适合阻击鬼子。如果楚云飞下令部队绕过六连，暂且先不谈构筑阵地的时间，能否找到合适的地形估计都成问题。凭358团的战斗力，在没有坚固作战工事的情况下和日军死磕，那无异于找死。所以综上所述，楚云飞是有难言之隐的，他是有心支援却无力回天，只能等到六连自行撤退或者是全部拼光之后才能出场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